安仔，你觉得哪个恐龙最帅呀？当然是最强的肉食恐龙霸王龙啊！哇，才不是，万龙比霸王龙帅多了，个子又高，脖子又长又优雅。才不是呢，强壮的霸王龙才是最帅的。才不是呢，高大温柔的万龙才是最帅的。你们想看恐龙介绍吗？对了，今天的恐龙。等一下，我要比你先到。哇，是霸王龙，霸王龙。哇，是霸王龙啊。你不是最喜欢万龙的吗？我第二喜欢的就是霸王龙啊。哇，今天是霸王龙啊。我来给大家介绍今天的化石，今天的化石就是等等霸王龙了。大家都知道霸王龙是最有名的肉食恐龙，它曾经生活在白垩纪后期。哇，霸王龙的牙齿真了不起啊。听说霸王龙是因为有长尾巴才能好好走路的。好想看看真正的霸王龙啊。嘿嘿。你们是不是对恐龙很好奇呀？哇，你是谁呀？如果你们想看真正的恐龙，就从后面那只恐龙嘴巴进来吧。机器是不是坏了呀？哟吼，我要去看真正的霸王龙了。安仔，哎，怎么办呀？安仔，赶紧去，我同样也可以。我是帮帮龙探险队的队长，勇敢又强大的霸王龙韦斯。帮帮龙探险队，我们的任务是观察恐龙，并在恐龙有危险的时候帮助他们。哇，你好，韦斯，我是安仔，我是祖儿，我叫卢卡斯，很高兴认识你们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探险吧。这辆棘龙巴士是能守护你们安全探险的神奇巴士哦。哇哦，巴士看起来好漂亮啊。帮帮龙探险队出发。出发。那个韦斯，这里真的有恐龙吗？当然，你看好喽。星球，你们想看的恐龙这里都有。你们好。是这里了，大家下车一起走过去吧。好。雨林里有很多危险的东西，所以你们绝对不可以到处乱跑，知道了吗？好。安仔呢？安仔，危险！危险！再爬高一点就能看到了。威奇，发射救生圈！安仔，差点就受伤了呀！刚刚为什么要爬树呀？我想爬高点，那样就能更清楚地看到恐龙。对不起。还好，幸亏。谢谢你救了我。你们就是从地球来的朋友们啊！我是帮帮龙探险队的威奇，很高兴见到你们。你好，我叫安仔。
我是祖儿。我叫卢卡斯。啊，威奇，你也在探险吗？我正在帮助这只迷路的万龙宝宝呢。万龙宝宝这么小，太可爱了。万龙妈妈在着急寻找小万龙呢，我先送它过去。祝你们探险愉快，再见。这是什么声音啊？这是恐爪龙觅食的时候发出的声音。哇，是真的霸王龙吗？但是霸王龙为什么要跟恐爪龙打架呀？看那儿。原来如此，霸王龙跟恐爪龙正在争夺那个蛋，所以才打起来。原来这只霸王龙就是蛋的妈妈，真的。恐爪龙又回来抢蛋了。啊！明明在霸王龙面前动都不敢动，但是很奇怪啊。奇怪？刚刚明明有三只恐爪龙，但是霸王龙妈妈追过去的时候只有两只。原来是计谋，恐爪龙们想将霸王龙妈妈引开，趁机偷蛋。那要怎么办呢？霸王龙妈妈不在，不能保护她。啊，不行！别担心。怎么办？不用担心，有帮帮龙探险队呢。威奇，请求支援。帮帮龙出动。威奇，爱心力量变身。啊！哇，好快呀！不好，蛋宝宝要撞到岩石上了，要撞上去了。威奇，救生圈，发射救生圈。霸王龙妈妈回来了，幸亏蛋没事，差点出大事了。小恐龙好像要出来了。哇哦，小恐龙孵化出来了，太可爱了，居然能亲眼看到霸王龙宝宝。韦斯，这里真是太棒了。那么今天的恐龙探险就到这里，我们回去吧。耶！给，这是今天的恐龙贴纸，是帮帮龙给你们的礼物。哇，韦斯，谢谢你。如果大家对恐龙感到好奇，就随时来探险吧。好。好像做了个梦一样。就是啊。你们看，刚刚不是梦，我们真的看到了真正的恐龙。是真的耶。手册上还有贴纸呢，霸王龙果然是这个世界上最帅的恐龙。才不是，万龙比霸王龙帅多了。才不是，霸王龙更帅。万龙才是，霸王龙才是。万龙，霸王龙。那个。